这就别让你耗血了呗，他非得要耗一下子干啥呢？在那养傻子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这碗豪啊！看来这是一个幼熊啊。开地吧。下走，先吃个药。其实正常，如果狗熊升到二级啊，是一定不能被它晕着的。下走，抠一下平 A 接拍地板走了，他征服者呀。等个皮，打反溜，哎呦呦呦，疼！漂亮，武器大。实在是没蓝了，你会不会补？你不会补，你让我补。哎，也不让我补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把那个这他妈是八岁的给他封了。我不骂人，你也不要骂人。一个人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个人到底会变成什么样。我觉得骂人的主要原因就是有的人老骂人，也导致啊我们骂人了。抠一下拍地板，谁也不能说脏话啊。抠一下大笨熊，抠一下拍地板，致命点燃 A 接麻烦溜，
哎，谢谢优你个弟弟，这是秒银石头营吗？是的，秒银石头营。先来个爆裂魔杖，我有可能会出炉灯。这波呀，如果他再敢在这狂，我们可以直接霸他。嗯，怎么了？武器大，我大你 ，Q 一下，平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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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地板，武器大死了。我就知道这狗熊啊，这么多血，他不好杀。他非得要上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抽一下，我的炮车，再抽一下。螳螂来了，来来了。再抽一下，一闪接 W， 平嘞，平嘞，啊！先来个法穿海，先把窗户开。一闪失败了，一闪没打着，不过狗熊血亏呀。再抠一下，再拍地板接打吧，是不是？再抠一下，那大过来致命点燃，抠一下拍地板。狗熊的大招记住啊，是160秒应该是，还是140，而我们的大招只有120。所以我们的大好了，他大肯定没好，而且上一波我们是先放的，注意这个细节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，压了。见我们的钱不允许出炉灯，我还是出这个吧。谢谢斗鱼用户。抠一下，打不了拍地板接平飞。抠一下，打不了拍地板平飞走了。抽螳螂，拍地板，
可以武器瞪了，我给你 Q 他一下 ，Q 一下，开地板。你挺能抢的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奖励你。今天有双倍亲密度吗？有，今天有，你送吧，今天有。真的吗？你不信？那你都不信了，你问我干什么？我有没有其双倍亲密度？我这没有。麒麟轮胎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砰一下！不闪可能会被他掏着。螳螂那个英雄升级 Q 有额外攻击距离。还不回家呀？哎，走了，我们回家美甲切魂卷。谁搁这把龙打？我来了，兄弟！大先杀螳螂，机器人有沙漏，拍地板，先扣一下，打我溜，平 A 拍地板 ，ADC 在左边啊，还有我，我们直接20层美甲窃魂卷啊！直接一波20层美甲窃魂卷，毁天灭地了，回家了。今天有双倍吗？有，我没跟你说有吗？你送吧，有。哇，哎，这不来个五杀？
信你问啥？你都跟你说了，你不信你问啥？一直问有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没有问能不能开一个？我这下你下个下周再开。说一百遍，杨涵们有没有啊？今天有吗？有没有啊？最后我这有，你还不信？那你都知道没有，那你还说问？明知故问是不是？我感觉我应该死不了，因为我跑得太快了。害的是碗猴啊，我这一瞅害的是无费卡碗猴，碗猴好像就没有办法变成低费卡，是不是？它只能是高费。咻，猴你呀，闪现扣接点烟，没这虚区，这打不成什么意思。扣一下，一费屈人之威。